本营，翻转时尚目录，全新挖掘新鲜面孔，为您呈现最佳旅伴推荐手册。推荐人一：车标，身高1.88米，90年出生，标准阳光暖男，多重气质的他集成熟与稚气于一身，年纪轻轻就备受各大时尚杂志及潮流品牌的推崇。上海时装周的惊艳表现更为他赢得华丽突破。喜好唱歌和表演的他，想必会为你的旅程增添不少趣味哦。推荐人二：冯翔，身高1.88米，89年出生。花样男子的时代，自然是花样型男冯翔的主场。完美的身材，深情的眼神，立体的五官，碰撞迸发视觉冲击。同样是时尚媒体宠儿的他，已踏上诸多潮流品牌的秀场。旅行和他结伴，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。推荐人三：陈润华，身高1.88米，95年出生，新生代实力男模，如贵族般冷峻气质，加上英挺精致的五官，似乎总会不由自主地吸引你。小小年纪便已踏上迪奥的中国秀场，是潜力无限的超级偶像。与这样王子面孔的旅伴出游，难道不是倍儿有面子的事儿吗？推荐人四：唐小天，身高1.89米，91年出生，新生代男模代表，闪耀秀场的实力黑马。90后的他，带有独特的叛逆气息，过目难忘的立体五官，挺拔完美的身形，让他备受各大国内外知名品牌的青睐。和这么气质独特的美男出行，旅程也会别有风味吧。这么完美的四位男生，你想跟哪位一起旅行呢？Get her by your side.